小蛙的创意田园挑战，不战最强，只挑好玩。第一位粉丝电影哈密瓜，他说建议我选第二个，第一个难道崩溃？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就下面支持一下吧。哼，我是那种知难而退的人吗？偏要选第一个。关巧明疯狂戴夫。哦，哇塞，怎么全是植物呀？我叫35棵植物不但重复的，不过我也有很多僵尸，阳光也很多，而且还有向日葵帮我铲阳光。什么？向日葵帮僵尸铲阳光？这样看来也不难嘛，差点就被骗到了。直接上僵尸橄榄推，然后巨人僵尸也派上场，实在不行还有电磁盾僵尸、火把僵尸。错了，好像有点不对劲儿，我脸怎么这么猛呀？我是不是又低估他们了？重新来过，真枪认真了，先把地形发射井干掉，这家伙太烦了。还有苹果迫击炮，前排都可以用火把僵尸烧掉。然后我打算从第一条路打开突破口，先要对僵尸扛住伤害，再放到警僵尸，只要他能喝下药水就赢了。第一波失败。第二波失败。第三波喝下去了，就差一点儿，结果被烧了。第四次的时候终于成功了。Oh yeah! OK, 第一条路不用管了，等着就行。第五条路用同样的方法。Oh yeah! 然后第二条路，剩下的都可以这样做。在打第四条路的时候出现一点小插曲，机甲巨人打爆炸坚果，把第三路的盗贼干掉了。不过我阳光还剩很多，继续放新的盗贼偷家。接下来过关只是时间问题，推荐小伙伴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关，给你点个赞吧。Nice.